来继续来看新北市中和一个厝主来指控，讲这厝卡欠伊厝税十六个月，佮牵拖这个厝漏水，家己的装潢创伤害，爱厝主赔伊六十万。厝主讲真正拄到厝税加抓了，除了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，嘛直接佮断电，予伊无法度继续住。我跟你讲，你进去拿钥匙，你的钥匙在哪里？都在里面。里面哪里？不知道，我要看。你要看？不是，不知道锁匙在对是锁，早就给换掉去啊。因为这个厝卡无纳厝税。陪你进去，那你要出来哦。好。哦，你不出来，我把你架出来哦。好。我是敢的，架出来是会痛的哦。一进门，大家惊一条土口有打气的灰，原来是跳不受伤送去病院。三年已经多久的事情了？然后你今天给我发现这个事情，你不要跟我情了，你赶快拿点东西。厝内阿民翁只能举手电啊找物件，这个女厝卡伫去年三月甲厝主签十年的长约，开六十万装潢，无偌久年就讲因老母爱动手术，甲厝主借两百万被拒绝了，就无纳厝税啊。前后十六个月，甚至讲漏水毁掉伊的装潢，爱厝头家赔。他来了第三天就找我借钱，大家都知道他的理由很多，什么他儿子在日本读书，一下他儿子住院要干嘛的，时常有人半夜来敲门然后要钱。这件租厝纠纷在今年一月就公开啊，厝主有嘴讲到无烂，这个厝卡依然唔肯搬走。就踩到超级轰天雷，今天在居心叵测啊这样子，然后想要拖一。就想搞拖延战术，理论上是这样子啊，但是就不知道他之后还有什么出逃这样。厝主先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，冒打公告，希望讲厝卡离开。不过，议员继续住伫内底，后来归去断水断电，所以基本无法度继续住。这个厝卡才总算妥协，将家己物件提走。厝主真无奈，希望讲这个纠纷到这为止。Hello， 我是张新闻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